压制上段流，指令头，好，伸出一个想不到的东西，重拳射出去超杀，苏一向嘴里喊了句我错了，好，三段改道轻巧进去，哦，苏一向非常打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好，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决赛冠军中国一人发一千块钱啊，黑皮在里面喊，好，恭喜今天决赛的冠军，恭喜中国队，来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送给他们，简短的颁奖仪式。那么同时呢，我们感谢我们日本朋友的参与，看到他们脖子上挂着的这样一个带有本次 TTB 大赛一个 logo 的这样一个奖牌，应该是每一位选手都会有的，留作一个纪念。好，谢谢你们，请先休息一会儿。好的，那么现在场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团队也是代表国家代表地区参赛的四位参赛选手，那么他们呢取得了本场比赛的一个冠军。哎，那今天我发现刚刚比赛的时候小孩都没有机会上场，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啊？不会了，队友打得好就是中国队的光荣啊。啊，赢了就好。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蔡老师来为他们颁奖，为冠军队颁奖。奖杯以外呢，每个人还可以获得两盘去年 TGB 战场的一个限量的 DVD 光盘。好，恭喜他们！看来奖牌还是非常重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出刚刚我们决出的一个个人赛的一二三等奖，那么现在他们也在台上了，那还是我们有请蔡老师先为三等奖的选手苏一向颁上奖。好，那么获得二等奖的呢就是黑皮。就是小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好，感谢蔡老师颁奖，谢谢。好，那么我们本届的 TTB 战场2008红呢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不知道这几天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瘾呢，让我们一起满载着希望和梦想去等待下一届的比赛，我们下一届再见，各位拜拜。有人说，我们是格斗家，其实我们更像。手指的